啊，韩其迈要哭的时候要怪谁？躲在他家里五四三二一的时候说，这个时候我本来在那个海上的岛上面，然后上面都是那个大陆的无人机，这个时候是我应该崛起的时候，我被人家骂那么久，我被那个张老大骂那么久了，你要怪谁啊？你还不是要怪陈时中啊？陈时中证实英国的变种病毒首例侵台了，很多人都说，那你为什么不把英国人就叫他们不能来啊，封起来就好了哈、啊？结果哈、啊，我们陈时中部长哦，逮到机会了啦，换他登场了啊，不是吗？他的骂声降梯又起来了啊，他当然要登高一呼啊，帅气一下，要怎么帅气的？让我们来看一下画面啊。不过我们是准备得宜，所以不管是医疗量能的准备，或我们集中检疫的一些准备，都非常的充足，所以我们不用锁。我们可以达到一样达到防疫的效果。来，我们今天这本周的卫冕者依然是由我们的陈时中等等等等，那么五度五关奖五万登上我们卫冕者宝座、哦、太棒了。就是台湾不管全世界、哦、英国变异啊变种啊他妈的变异型也没关系啊、哦、我们台湾防疫的得以就是因为陈时中部长、哦、来，我们事隔两天、哦、比对、哦、那机关署、哦、正式的证实是英国变种病毒，所以哈，这个第一个案例哈也到了台湾。老大这个频道不是说什么评论时事啊，也不是说什么哈思辨来辩论啊，跟我们年轻人对话。老大这个频道就是在专门在打你脸的啦，不用疯哦。英国变异也没关系，我们台湾就是做得太棒了。老大最喜欢那种很帅的表情，然后快要登上卫冕者宝座的时候，然后从你下巴45度拍上去。明明台湾有疫情，为什么我们这群人会笑成这样子啊？我们这些人真的是要检讨哎！刚才有笑出来的打一好不好？你们刚才有明明是台湾英国变种病毒，怎么可以笑出来呢？我们这个频道这样子的心态很要不得哎，啊不是很厉害吗？人家叫你封英国的时候不封嘛，啊那时候大陆的时候就叫大陆那个什么小朋友不要来，妈的，以前大陆就要封啊，英国这个已经变形了。英国跟你讲，我今天看你们这些人还在打一的，真的是要不得，你们这些人真的是被老大带坏了。英国单日确诊首日超过40000个人，他骂台湾的一些在野党苦口婆心问你说，为什么英国不把它封起来，就不要嘛，你就在那边好厉害嘛，他妈隔两天就被打脸了。台湾跨年紧急喊卡，高雄取消了、啊、高雄取消了。我说人在衰的时候Hey, 我们刷一波掌声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我这则新闻全部讲来讲去就是要讲到韩其迈啦。你不然你以为我讲那么多，这个梗已经铺很久了好不好？我说韩其迈啊，你抢人家的市长来做的时候，就是你开始衰的时候。来，我们刷一波掌声啊！我们刷一波掌声。我们这个掌声哦，第一个我们要感谢是说，我们韩其迈当市长之后，就是一路来都很不顺嘛，因为被韩国瑜比较，然后又做了很多很蠢的事情、很蠢的活动，然后又得到了六都最讨厌的、不受欢迎的市长，花了很多的预算，说哈在那高雄的那个百光年的跨年活动，好多地方都在那边打灯，好漂亮的，你就是要来一个咸鱼翻身呢。然后我昨天就讲过嘛，咸鱼翻身就是翻过来的时候还是一样都是同一只咸鱼嘛，百光年的跨年跨过去的时候就刚好被取消、啊、就是你开始衰的时候，也就是高雄开始衰的时候。就陈时中就 gay out 嘛，不要让英国的人不要来嘛，你看吗，进来了啊，你说进来你也严格防控 OK 啊，严格防控，那你为什么那么多地方跨年都要取消嘞？那怪谁嘞？啊，韩其迈要哭的时候要怪谁、啊、躲在他家里五四三二一的时候说，这个时候我本来在那个海上的岛上面，然后上面都是那个大陆的无人机，这个时候是我应该崛起的时候，我被人家骂那么久，我被那个张老大骂那么久了，你要怪谁啊？你还不是要怪陈时中啊？怪自己人去吧。哦，真的是，我今天怎么那么嗨啊，真的是感谢陈时中跟韩其迈送给我们那个岁末年终的最后一个礼物，就是整个都取消掉了。啊，好了，太棒了，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标题。